看得懂吗？你看，哆一字形，对不对？长二字形。然后呢，你当然也可以哆，哆也可以这样子嘛，嘣掐掐嘛，哆转哆一字形转一字形。可是这样子又不好看又不好听，你可以这样移动，所以一转二是很好听的，叫一字形的哆，转二字形的哆，是不是二字形的哆？好，就这样练哈。那你这个指形会按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按呢？因为你学过认真一以后呢，你就会，你这个指形就很快就过来了。那这样一字形，一字形的哆，拉在拉不是在这边吗？拉，二字形就一对二就得一，在一一字形，在一字形二字形这样子，回家好好练啊，绝对是很有用。那这个叫甩，这种甩。那将来等你这个熟了以后再教你，这叫 New Age。那这些根源都是怎么来的？你看，所谓 New Age 就是说，理查最喜欢用这种的，就他这样一字形转二字形的时候，嘣，本来是嘣掐掐，对不对？他现在。也就是把这个咪拿掉，这样子这种指形，然后转动过来。因为这个以后再，这个你们以后再教你们，你先把这摔得更重要这样子。拉，好，那假如说你像如果说我们先举个例子，多少的往事一难追忆，多少的恩怨一随风而逝，对不对？就是哆啦瑞手。然后我们刚刚是三拍的，现在四拍，一二三四，现在改成四拍了。四拍也不过是多一个掐嘛，嘣掐掐掐嘛，对不对？三拍是嘣掐掐，对不对？好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看到没有？从头到尾就是哆啦瑞手，所以说不往第一那边去、啊、哦，还有一点，这问得很好，就是说这为什么一定要往上呢？不能往下呢？注意哦，我们的鼓是这样，嘣掐掐嘛，就这个是大鼓，掐一定是高音，你不能往下嘣，这样就不对了，听起来是嘣咚咚，对不对？那个鼓的声音是嘣掐掐，嘣掐掐。所以恰一定在上面，你会听到高音嘛，你不能是咚，这样就不对了，所以从来没有人不能这样弹，所以一定要往上 OK。 好，比如说这样，那这个是如果速度快的话，嘣恰嘣恰嘣，你会听到嘣恰嘣恰，不要这样就不对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这样很快。比如说这个如果弹接力棒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我们来牵着手，美好时光莫错过，留住欢笑在心头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是你就很多东西都可以弹，就基本牌先弄好。好，这是然后再左手。然后我们今天先给同学练的时候哆，我们现在给你的功课就是，假如说你当然也可以哆啦瑞手嘛，对不对？很多同学说啊，我会的哆啦瑞手太简单了嘛。可是这种的话，你都没有转位呢，很难听了。而且你要练转位，就是说给自己功课，就是说，假如说哆啦瑞手，我给你的是在这一块里面的功课。那你想想看，哆到拉的时候呢，你本来拉是这样的嘛。你拉着，我给你这一块嘛，你不要乱跑，拉在这边，
二指琴的拉，所以上面不是写嘛，一指琴的哆，二指琴的拉，好，拉到 re 的时候呢 ，re 的时候呢，你一定在这一边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，你 re 的话，你可以，你如果再跑到这边又，你 re 的位置的话，你就在这一块，你只有一种选择，一种是只有这个选择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re 跑出来了，这也可以，当然是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子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当然是可以啊，问题是，我们转位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尽量近一点，这个就是原理。注意啊，转位的目的就是原，就是它的原理，就是你找尽量近的，不要跑来跑去的。跑来跑那就很难听，叫哆拉。给你功课叫 re 在这个地方嘛，一指琴的 re， 然后再来二指琴的 so， 多简单啊，就在这块哆拉 re so， 哆拉 re so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礼拜的功课你们回家就一直练这个，就是哆拉。re sol，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从头到尾就是哆啦 瑞索 ，OK， 好吧，那你们今天，你们要不要先这边摸一下子，回去再练？